肆无忌惮的吃，太可爱了。他觉得他今天就是来加班，可以，他那你多吃一点，好 Q 好 Q， 来，嗨拜，他紧张啊，直接抢走，失败，你看看，来嗨拜，再一次，他会嗨拜，哎，嗨拜，看到吗？好厉害哦。艾雨莎，请你帮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宠物。这只呢，就是龙猫。龙猫为什么叫龙猫？是因为它长得很像我们以前小时候看的那个电影《宫崎骏》。对，豆豆龙，你看它的肚子，它的肚子也是白色。它光那个外形，你们看它头跟那个手的比例有没有特别的卡通？对，然后因为它的毛啊，非常的密。先不要偷吃，你还没上班，你先不要偷吃。它今天差点罢工哎！可以啊，哇，它那个可以这么柔软，非常的柔软。嗯，对。然后因为它的一个毛细孔啊，它就有大概60到80根毛，所以它们非常非常的怕热。哦，对，所以养它的话要非常注意那个温度、环境的温度跟湿度。对对对，如果太潮湿的话，它也有可能就是毛里面会得皮肤病。哦，对，但是养它们有一个蛮好的，就是不会有跳蚤。 为什么？因为它的毛太密了，你看它找不到它的那个皮，跳蚤找不到，找不进去了。跳蚤钻不进去啊，所以它你看找到它的皮肤吗？找不太到啊，因为它的毛非常非常的密。哇，你这是特别的基因哎，很好哎。它会认主人，它会认主人吗？它会认主人。哦，龙猫其实一生会认一个主人。哦，对，所以它是认主人，它是会认我。就是其实在家里的话，我放它出来玩，它不太会理我。可是你看今天它就特别黏我，真的吗？我可以抱一下吗？来，不要紧张。 好柔软的感觉哦，它就是好名字，砰砰，听得懂吗？砰砰，听得懂。可是它要不要做是另外一种，就给它脚，我这样抱的对吗？啊，可以可以还可以，就是它，那你走看它会不会慌？你走开啊，它应该会很紧张。砰砰，砰砰来，好像会，我觉得主人会比较会，它有它的小腿蹬的，它有感觉到你要离开我在这里，它有长，对。 有哎，它有这样，它刚刚真的瞪得比很，你慢慢，它是不是也有一些比较脆弱的？你好害羞，你干嘛？心灵可能比较脆弱。你看它，你看它，它在撒娇，它也，哎，我也要这样，过来，过来，我的肚子也可以。哎，它是女生，它是女生，肚子看看，肚子看看，它尾鱼肚，来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我偷了，这里，这里，偷了，来尾鱼肚，来，吃尾鱼肚，偷了，偷了，这里，这里，喜欢哪一个？我靠，它还是要主人，它还在会认呢，它会认味道了。 哎，真的会认。你那个手工好像就……哎，你也太容易变心了吧？这很可爱。它会认妈妈，这也会认呢。哎，那龙猫一只大概多少钱？哎，对。哎，我知道它有分很多品种，所以每个价钱不一样。那它，我记得我那时候带它回家的时候，大概是5到6万。哎呀。 OK，我可以买几十只。但是也有就是也有标准灰的会比较在便宜一些，然后最贵好像可以到50几万。当初你会吸引到你要养它的原因是什么？嗯，应该是我以前小时候第一次接触了宠物就是仓鼠，所以我就对这鼠类会稍微觉得比较有亲近感。然后那时候我看到龙猫都是日本人分享，我就觉得哇好可爱哦，好想要养看看。然后一直到台湾2019年的下半年的时候才开放，我就想说哇台湾终于可以养了，然后就开始做一些功课啊，然后。 要确保说我有没有办法养它，因为它们，哎呦，它们的生存环境我们必须要照顾到，然后再来就是它们活大概可以活10到20年，你可以陪你很久。对对对，我觉得这些名字取得很好，一个龙猫，一个手工，就听起来就，他们就一组的，一组的，好吸引。过年可以带一组回去养。而且它有一个特别的才艺，是我莫名其妙学会，可是我不确定它今天会不会。好好好，恐怕太紧张。嗯，来，峰峰来。 这里，focus，来，嗨拜，他紧张，你要什么？好，来，嗨拜，他紧张啊，哎，直接抢狗，失败。你看看，来，嗨拜，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他会嗨拜，嗨拜，哎，嗨拜，好厉害哦！你是怎么发现到？你是这特别训练的吗？还是？ 嗯，没有哎，其实我那时候是我朋友他养小狗，然后开始训练它，然后就说你可以试看看，趁小朋友好教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试看看，有一天我就试看看 high five， 就他就对我的手这样拍了一下，我想说，哎，应该是刚好。
然后我又再试第二次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他还是这样拍了一下，然后就给他吃一些小零食，然后让他记得一个好的联想。对对对，所以他只要记得就是嗨饭完就是会有一个小零食吃这样。他是不是龙猫？是不是有一个他的身体的构造比较不太好，就是他的骨头？他们的骨头非常的细。就是细到我一开始听到前辈们养的时候分享说他们很容易骨折，我本来不相信，就后来有一次他真的骨折了。是做什么动作？他我不清楚他是做了什么动作，但是我是有一天，没有，他是腿断掉，另外一只脚撑不住。我是有一天早上发现他怎么突然间蹦了一下，因为他们的笼子其实要高一点，因为他们要有空间弹跳。然后他就突然间有一天蹦，他应该是有绊到脚还是怎么样，所以他跌倒的时候脚可能去扯到，然后我就发现他一直窝在那边都不动。然后我想说，哎，是发生什么事？我就仔细看，一直观察他，一直看，一直看，看久了之后，我就发现他要跳了之后，就他有一只脚不会动了。我想说，哇，不妙，该不会？然后我就带他去医院找 X 光，就腿断掉了。是哇，那医生看个医生的费用，对啊，怎么就大概跟他身价一样，哇，要这么贵，要个5-6万了，你要不要养手工算？手工所以他现在你看，我刚开始以为他是赔钱货不会，但是他现在你看开始这样，我都靠他养我了，是肆无忌惮吃，太可爱了，他觉得他今天就是来加班，可以，安奈你多吃一点，好 Q 好 Q， 我用这个，这个吗？瘙痒吗？瘙痒痒，对，可是他现在很认真在吃，我觉得他会不会太猛了啦？太猛。太猛了，啊，可以，我手工给你好好。他有时候我这样子的时候，他就会下巴就会开始抬起来，很开心。可以让我，可以该我吗？该我。你可以试看。不是你骚我，你骚我。你骚你。不是。